如何阻止女朋友出门？哎呀，干啥去啊？我今天跟朋友去喝酒啊，晚点回来。你等会儿，有男的吗？男女都有啊，咋了？你等会儿，那有男的，你穿这样是不是有点穿多了呀？你应该穿少点。大冷天我穿那么少会感冒的。哎，你给我过来过来，你穿太多，你穿少点。不对劲。你看啊，你出去喝酒一堆朋友，你穿的好看，不是给我长面子吗？我多光荣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进去把新买吊带换上，赶紧的。哎，这套还行哈，但是就差个一样东西。啥呀？哎呦，什么呀？这是踢踏是蜜家的女神之水，这个香水前调是清新的蜜桃茉莉，最后是龙涎香带出香草的味道，非常的性感撩人。而且他家还有便携装，可以随时补香，出去喝酒，保证小哥哥都围着你转。我整那么漂亮，你就不怕被人拐跑？嗨，哪能呢？吃醋了？没吃醋啊？你肯定吃醋了。不接咱俩一起去吧。哎，那等会儿，你那个闺蜜去不去啊？我哪个闺蜜啊？就上次，腿贼白，身材贼好，而且穿蓝色吊带那个。我跟你说，这香水就是她推荐给我买的呢。不配了，不配了，不配了！不去可正好。抖音。